干嘛？姥姥在要打猪草。不是带我来玩的呀，我先回吧。你看这孩子一点耐心都没有。哇，这好多大麦泡哎。嗯，好甜。这点我回家带给小孙子吃。回家烧饭去。天气热，吃不下去饭，做个咸水毛豆子吃。先放花生煮一会儿，再放毛豆。煮的过程不要盖盖子哦。喜欢的点个小爱心呢。